你，我说这个是你的，你的这个不是。我不知道咋这个什么的，我这个必须我徒弟我承担。妈呀，你这么有装？他说假货，反正基本上谁都没什么意思假货？你那点款感觉是？是啊。我都说过，你这里面有人吗？他要质量没错，你知道不？他是肚子上哈，肚子上打一个人妈妈这个会有狼块，然后他要领导吃了以后一烧，就是那个肚子是最平台的，最值钱的。啊，搞好点。那就是那个名嘛，然后我跟下边儿就是。别人啊，去给你那什么出新的时候这个人这行程啊行程都报备了写证写主要是什么行程你说的什么表一个代表都有不用都有不用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我没用他就是一个自个儿人妈或者高中高中什么一个芝麻厂或者什么一个芝麻然后他后边就是说他是哪他一个代表人妈那个人这样儿子你怎么说呀要点人妈写成这个就是两个你也得他变着咱管了咱就块变着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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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知道你这个出去打呀打之前再走一遍你注意